主料：青椒100克，莲子200克。辅料：菜油、盐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莲子洗净，去壳后的莲笋切成片，青椒洗净，去籽，洗净去籽的青椒切成丝。锅中放菜油，入青椒丝翻炒，加入莲笋片一起翻炒，放适量的盐调味，再加点水炒熟。烹饪技巧：青椒和莲笋都是挺容易熟的东西，所以可以大火快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